大家好，我是玲姐。刚才我去集上买了一只鸡，现在回来放到锅里，把这个锅把它照一下，过一下水，然后给我爸炖一点鸡汤，等一会儿就送回去。送回去的话，他下午可能喝一顿，晾凉以后再放到冰箱放一点，明天然后再给他炒一顿青捞一下，然后一辈子鸡汤现在炖好了，我放在这儿晾一会儿，晾凉了等会给我爸送回去，我爸下午就可以吃早饭了。忘记我爸熬的肉豆角熬的肉，你看我爸烧的肉还有鱼还有豆角已经也烧好了，现在把它凉一下，凉一下打包，还有鸡汤尽快带回去。鸡汤还是学上一次那样，就这样装在袋子里面打包，然后端到这个盆子里面，盆子带回去。这个熬肉打了两番，难免会哭泣。我现在收拾，只有爱你的风为你擦泪滴，什么样的你能痛彻心底，当你要珍惜，父母已经离去。想起父母，谁也等不去，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不已。没有谁像父母不离不弃，因为你们有最贵的血缘关系。水饺，
给它放到冰箱，我不在的时候它可以吃。这是芋头熬的菜，这是鸡汤。那给那个晚上炖的米饭嘛，我给你舀的米饭嘛啊，放海汤呀吗？我去给你舀一顿米饭，再给你舀一顿米饭，够吧？还要盐吧？我说你跟我去耍哦，那你倒着芋头吃好吗？爸爸你快跟来，你倒块这个瘦肉吃哈，这样。你再吃个芋头啊，姐。给。嗯。咬得动吧？现在太阳很大，太阳都晒到这柱子跟前了。现在已经2:26了。